跟我一起做计划 Plan with me 的时间了。那今天呢，我算是预录下个礼拜的 Plan with me， 因为下个礼拜在德国是圣诞假期周。上一个影片有提到婆家要来这边过节，所以我们到时候要准备圣诞节 的布置啊等等，可能就没有时间录，所以我今天就先预录。那就废话不多说，就直接开始咯。上面天气预报的部分呢，我已经都写好了。那我们就接着做下面，就是倒数的部分。我要先贴这个 washi tape， 纸胶带的部分，然后等一下再把倒数的贴纸盖上去，用这种比较窄的纸胶带来做，因为之前都是比较宽的嘛，就是一般尺寸，那这个是比较窄的。那我是想说都用红色，中间再用一个深颜色这样。那我就先贴。我先贴这个雪花的。第一排贴好了，我来贴第二排，也是一样用红色的，这个是心形的。再来呢，我就拿这个枫叶的。现在已经贴了三条了。中间的呢，我就想说贴一个不同颜色的，来贴一个蓝色的好了。蓝色的呢，我贴这个雪花片的。再来呢，我贴红色，有一个红最下面的红色圆点的。最下面还有一点空白的地方，就来再贴一个别的颜色，贴一个绿色的好了。下面纸胶带的地方我已经贴完了，再来我就贴大张倒数的贴纸。最后这张圣诞节 Merry Christmas 的贴纸颇大，就占了两天的格子这样。看起来很可爱。那这边还有一个特别为圣诞夜，除了倒数一天外，还有一张圣诞夜的贴纸，我也把它贴上去好了。圣诞夜我把它贴在最上面这里好了。大张贴完了呢，我就来贴这个小张的倒数。好，小张也贴完了，那接下来呢就来贴侧栏的部分。侧栏呢，我还是一样想要贴 social media 的贴纸，因为我觉得还是我每天应该还是都会 po 一些东西，就是跟大家在网络上分享。上周我是用蓝色，那这周我想要用绿色的。我想要露出那个边边小花的地方当装饰。下面这边呢，就等一下再来布置好了。我们先来布置主页面的部分。这一次呢，我想要就是弄跟上就是前两个礼拜不一样，因为前两个礼拜我都有贴这种大张，比如说 to do 或者这种装饰的。那这个礼拜呢，我就想说减少一下那种大张贴纸的量，我想要多贴一些装饰型的贴纸。这边呢，这个我已经先贴好了，先从这边开始先贴，我先把大张的贴纸贴上去布置，然后再慢慢填上比如说这个他们是叫，我后来知道他们这叫做 header， 就是这边你可以写比如说 today 或是 to do 的地方。给大家看，这边有一些像这样子零零碎碎的小贴纸，是我前两天用新买的那个那叫什么裁切机器Silhouette Cameo 来试，就是第一次试裁这个贴纸 Kiss Cut 没有成功，所以它就整个这样切过去，那可是贴纸都是还是完整的，所以我就想说呢，就拿来使用。那这边还有一个是第二次裁切没有完全成功的，可是这些贴都还可以用，我就想说那就加减用一下。贴这个也是从 Oh Hello Stationery 购买的，我想要贴就是这个大张贴子，我想要贴在圣诞夜和圣诞节两天，
所以圣诞夜呢，我就贴这个手套的好了，我把它贴在最下面。Oops。然后圣诞节呢，我想贴这个雪花的，虽然没有下雨，但是贴起来很可爱。哇，这会有一点点盖到圣诞老公公。这边贴完了，我来贴圣诞树好了。那就把它贴在正中央，这边贴一个圣诞树，好，这边灯的我就把它贴在圣诞节当天。边有一个贴纸是圣诞节，电影马拉松。就看，或许圣诞夜或圣诞节那天，可以在家跟我家亲戚看电影。这边我就把它贴在这里好了。这边我来贴一个麋鹿，大的麋鹿好了。再来贴这边的那个小雪花。我这边想要贴一个小企鹅和雪人的这边这个，再来贴一个这个圣诞树，这边也都还有空白地方来贴圣诞老公公好了。圣诞夜当天呢，我们通常都是吃完晚餐，然后就开始进行礼物的分配和拆礼物，所以呢，这边我想要贴一个。圣诞老公公送礼物，然后还有礼物的贴纸，我贴这个。圣诞老公公来送礼物喽。这边还有一点空白，我就想说来贴一张小鸟的贴纸。这边呢，我还想要再贴一个这个圣诞老公公麋鹿和雪橇的贴纸。这边有一个听音乐的贴纸，就是它上面写听圣诞节的歌曲。星期二的时候，我想要来做圣诞节的小点心。这边刚好有一个饼干的贴纸，我把它贴在这里，贴在这里，还有甜点的。这边空白的地方呢，我来贴一个姜饼屋的贴纸，在姜饼屋的那个贴纸旁边再贴树木的贴纸。这边都还有一点空白，所以呢，我来贴这边，我想说贴一个这个蜡烛的。这边再给我贴斜的，这边呢，我想要贴一个。水晶球的周末的地方呢，我想要还是贴一个 weekend banner 贴在中间。那我先把圣诞树稍微移一下，这样才能贴上去。灯的小贴纸我把它贴在这里，看起来就是比较有东西一点了。那接下来我就。贴一些小小的、比较小一点的贴纸当装饰好了，看起来比较不会空空的。现在我再贴一个那个棒棒糖的，这边呢我来贴一个，姜饼人的好了，这边有一个姜饼人的贴纸。今天有看到一个。Open Christmas Eve present，我就会把它贴在这里。
在江顶屋旁边，我想要再贴一只小麋鹿。这个圣诞树旁边，我再贴一个松子的，好了。这个圣诞老公公旁边呢，我再贴一个小礼物的。这边我来贴一个小星星的，好了。小星星的贴纸，装饰贴纸，我先贴这样子。等一下之后再看有什么要补。现在呢，我就先来补，就是我知道想要就是有的计划这样。从下礼拜一开始，我儿子的那个幼幼班开始放假，所以呢，我就写上去。我先写上面的 header 的部分好了。我写这边写 today， 先写星期一到星期三。这边呢，我就写小孩不用上幼幼班。这天呢，我预计要上传 Plan with me， 所以呢，我就用一个这个三角形的贴纸来做记录。圣诞节假期婆家来之前，我想说跟台湾家人视频一下，因为圣诞节假期或许就没有时间，就整个礼拜可能没有时间，所以我就也是贴一个电话的。我贴红色的。星期二呢，我老公都比开始休假，所以呢，我又要写一下。刚刚跟大家提到星期二，就是我有贴饼干和肉桂卷的这个贴纸的地方，我是预计当天要来烤一些圣诞节的饼干，所以我也先写上去。星期四的地方是预计家人就是婆家要过来，所以呢我就来写一下。我目前有的计划和知道会发生的事情我都已经写上去了，那其他的我请大家下一个星期一再去我的 Instagram 上面看完整的那个周计划。这周的周计划呢就到这边，那就下一个影片再见喽！祝大家圣诞节快乐，拜拜！这个呢，就是它的那个，也是玩具柜。